屏东县疫苗开打，48处中大型施打站全面启动。为了能协助长者顺利施打，屏东县政府推出多项贴心服务，其中包含全面盘整县内交通资源，提供全县小黄公车预约的免费接送服务。就交通的部分，那奉县长指示的话，我们做全盘的一个规划。那目前来讲的话，就小黄公车的部分，那我们都知道平常小黄公车在屏东市潮州东港都已经有布设，而且未来恒春也都会有。那因为因应这一次的那个施打疫苗的一个服务，我们把所有的小黄公车原有的路线我们采预约制，那这一次所有的小黄公车都集结调度到快打站这一边来配合所有的那个包含卫生所、快打站，还有各个疫苗注射点的一个服务透过媒体官方 LINE 账号、县长脸书等宣传，并请村里长及村里干事口头告知，希望长者能踊跃用电话预约接送，让偏乡独居长者、身障者都能运用便捷且贴心的免费运输系统直达快打站。小黄公车服务的对象最主要是针对独居老人，还有那个重大疾病还有非轮椅的身障的长辈。那轮椅的长辈呢，我们就可以运用我们社会处这一边的那个社政服务系统的富康巴士那如果有长照资格的长辈呢，就可以用我们的长照专车。那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那这一段而且都是可以提前预约那这一段时间我们像今天6月15号第一次开打以来我们预约的人数包含陪乘的人数就达300多人那所以这些整个一个运输的能量我们都已经有充分的准备，并且滚动式检讨。目前县府也将统整全县交通，期盼充分准备运输能量并滚动式修正。另外县府也规划开放第二阶段80至84岁长辈6月18日至6月20日开始施打，乡亲务必等候村里长、村里干事通知，千万不要自行前往，以免影响施打秩序。屏东新闻不听张志豪采访报道。